见证者。 To arrange this. Choose a subject or pursuit. Fashion 什么？
保存体力随机用电，总是没错的。希望那个人真的逃出去了。 纸条上的字迹凌乱，很多地方的纸张都划破了，显然写字的时候用了很大的力气。这更像是在某种崩溃的精神状态下留下的信号。写下这个字条的人，真的逃出去了吗？ 这些碎纸上的信息，看看就好，不必过于在意。可以获得的信息过少，也不排除是那些人放出的烟雾弹的可能。保持警惕就好，不用自己吓自己。我明白了，谢谢你提醒我，不然的话，恐怕我现在还在胡思乱想。认识一下吧，我叫月，你呢？静，静，这个名字倒是很有意思。 听到什么声音？好像有一些模糊的乐声，但声音太远，恐怕对我们现在的处境也没有什么帮助。别多想了，早点休息吧。好。终于迎来了乐园的新游戏，真令人期待。各位初入乐园。 还没展现出被乐园认可的价值，所以各位既会是乐园游戏的见证者，也会是参与者。一会儿的游戏规则很简单，驾驶赛车率先达到终点者胜利。赛车？怎么会是赛车？ 不想再经历一次那样的事了。自从那场车祸之后，车几乎成了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。不行，我做不到驾驶赛车。好，看你的样子，是想要逃避游戏吗？ 在乐园因为拒绝游戏而怯懦的人，可要受到惩罚。带走。啊！等等，他并没有说过他要拒绝游戏，随意妄断片加以惩罚也是乐园的规则吗？没有价值的人，理应被清除。我们刚到这里的时候，你说这是梦想中的伊甸乐园。既然是伊甸乐园。 总该给每个人一个证明价值的机会。<笑>你说的倒是有点道理啊，那么就给他一次机会，游戏即将开始。那么，跟我一起迎来美妙的游戏时间吧。各位不要妄想着逃避游戏，在乐园，逃避游戏可是最大的不敬。 后果会很可怕。各位参与者保持良好的精神状态，游戏即将开始。剩下的就看你自己了。冷静，先尽力试试看。
大家顺利完成游戏。既然是游戏，总要有一些惩罚措施。那么，本场游戏的最后一面，你们要带我去哪里？我不走！想来游戏的规则大家应该都清楚了。我们的下一场游戏，两天后开始。